樱桃减脂，动。硕儿，嗯，你马上就要升学考试了，考我们大学呗。我喜欢旅游，我想考旅游专科。你天分高，聪颖勤勉，我和你姑姑呢，希望你能在学业上有所建树，在澳门上完大学，再出国深造。我不想离开澳门，现在家里只剩下我爸爸和叔叔，我不离开爸爸。你是个好孩子。哎，大哥，哎，叔儿，来，坐爸爸这儿。叔儿18岁生日了，是大姑娘了，喜欢什么礼物，爸爸买给你。我今天就要一杯红酒吧。就要一杯红酒，就一杯。爸爸钓了半年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我怎么都不知道你做这个呀？这是用上等木材做的，看它的样子，温顺乖巧。我希望舒儿以后也会有福气。所以这个小牛就叫做来福。谢谢爸爸。真好看，梁博，能给我也雕一个吗？跟舒儿姐姐的一样。当然可以了，你属兔的，等你生日那天，梁博给你做个大兔子。我们一家人都是属兔的，小妹啊，家栋啊，珊珊啊，还……姑父，是不是该吃饭了？珊珊都饿了吧？再等等，一会儿他们就到了。都证明了你对女儿的一颗心，希望有那么一天，她会理解你，知道你爱她的这颗心。其实，我不奢求她理解我。我怕的是，有一天她对我连恨都没有。不会的，家栋那件事情让他更不可能原谅我。家栋这么多年跟你在一起，这不也是你想要的吗？舒儿的事儿啊，不着急，咱慢慢来，好吧？舒儿今天18岁生日，成人礼，是大姑娘了。我们祝福他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。哎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叔儿，生日快乐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大哥，这个是不是当年的那个冰镇象拔蚌？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吃过的，但现在穷，想也不敢想了。今天舒儿生日，我特意做了几道菜给她吃，尝尝。舒儿啊，你跟着我从小到大吃苦，爸爸对不起你。哎，文哥，今天是舒儿的成人礼，咱们不诉苦啊。从今往后，舒儿就是大姑娘了。咱们三湾斜街的一枝花，敬叔儿生日快乐啊！生日快乐！今天都
都是文哥亲自下厨啊，叔儿要多吃一些哦。嗯，来吃吧，吃吃吃。大哥，从今往后你就看我的啊。哎，你是应该找件事情做啊，要不然来我们街坊会当义工好不好？也算是给街坊们做一点事情啊。哎，这可是我的建议啊，阿五，你是得找份正经工作，你不能整天游手好闲呢。国安，我都已经筹划好了，咱们梁记饼呀是百年老字号，祖宗传下来的买卖，生产制作这块今后归大哥，我呢主管销售，我打算从一个挑子开始做起，把咱们梁记的杏仁饼卖到内地，销往全世界。嗯，好想法，对吧？全世界呀、啊，全世界很大呀、啊，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大吗？我们还是要鼓励二哥的，关键是脚踏实地，慢慢积累嘛。对，还是傅成了解我呀、啊。哎，叔儿，把那生日蛋糕拿出来吧。我做了长寿面，生日蛋糕来不及买。那、哎、大哥，你这就不对了啊！我在厨房都看见了，有蛋糕。你想给叔儿吃独食是不是？啊，那个是我同学凑钱买的。啊，对对，是同学凑钱给叔儿姐姐买的，姐人缘好。什么？你管他谁买的呢？他拿出来不就完了？快，叔儿，你快点啊！就等着你呢，来来吧，喝一个。阿吉，哎，你，你们有没有人发烧？有没有人咳嗽？啊！阿五发烧了？谁发烧了？我是喝高了。梁乔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去年11月份，广东顺德发现了一种叫 SARS 的病毒，患者的症状是发烧发热。到了今年，香港也出现了疫情，而且越来越严重，甚至出现了死亡病例。哎呦，那坏了！咱们澳门是在广东跟香港之间呀、啊。肯定躲不过去啊！你别吓唬人，越是这种时候越得沉得住气，你别人为的制造混乱。谁制造混乱了？舒儿刚才就咳嗽来的。还好没发烧，没事。像这种没有煮熟的东西千万不要吃，而且要保持室内的清洁还有通风。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，SARS 是可以预防的，多煲点醋，重复一些板蓝根，都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。用不着这么紧张，谁没发过烧啊？打针吃个药就没事了。我12岁那年，肺炎发烧都挺得住。哎，文哥，可不能让孩子硬挺，得重视啊。哎，我要不要让街坊会，大家都去买醋回来煲啊？特区政府已经发了通知，
要求务必搞好消毒和卫生，尽可能的杜绝感染源头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你们街坊会担子要重了。嗯，有事干了。2003年五月，澳门发现首例非典型肺炎病例。国务院港澳办代表中央政府，无偿赠予澳门特区政府抗制非典医用物资3382箱。镇得住妖魔鬼怪，什么病毒都别进来。镇得住，镇得住。阿武，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？脚踏实地在这里做了。大哥，我说到做到，我就是要从货郎开始做起。以前你太辛苦，我又不懂事儿，这次我一定多挣点钱，到时候咱们把大屋赎回来。爸爸听见你这么讲，在九泉之下也会很开心。大哥，你别吓我，老爸要笑出声来，那我吓死了。大哥，你记住，以后的好日子一定是咱哥俩。谢谢大哥。卖杏仁饼。爸爸，你常常说阿武长不大，现在他长大了。还没睡觉啊？谢谢爸和二叔送给我的礼物，我特别喜欢。阿武这个大嘴巴又跟你说了什么？二叔平常大大咧咧的，他怎么会知道我一直想要一把吉他？肯定是你的主意。那个蛋糕是不是你妈妈送的？除了蛋糕之外，他还送了你什么？还有一块手表，不过我没收。我记得爸爸跟我说过，不可以随便收别人的礼物。我不想要手表，所以才收了他的蛋糕。他不是别人，他送给你的东西你可以要。就算我跟他分开了，他始终都是你妈。别谈了，明天还要上学。爸，爸，我今天看见家栋了，他长高了，身体也结实了不少。想不想他呀？要不然我叫他回来一起吃个饭。叫他回来做什么？他要想回来自己会回来的。那家栋怕你，
你要是不让他回来，他哪敢回来啊？以后再说吧。赤壁啊！不用，谢谢。哎，赤壁啊！赤壁啊！不要了。哎，不要，谢谢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谢谢。文哥啊，你怎么不听小妹的话？楼上的窗都没有开哎。哪有这么严重啊？当然很严重啊。特区政府已经讲了，昨天街坊会的义工啊，已经挨家挨户都巡了一遍了，真是啊！哎，淑儿啊，哎，琪，不用上学了，你都不知道吗？学校都已经停课了，特区政府已经下命令了，要严重的对待疫情啊！来来来，家里一人一个啊！哎，现在外面已经没有人出去吃饭了，阿贤都已经回家了。有没有看报纸啊？啊，报纸上说大家要齐心协力啊，面对疫情打好防疫战儿，战儿。卖不了饼了，没人吃饼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七姨。行，那我就帮你检查扫卫生了。啊，保持干净啊！好。梁记杏仁饼喽，杏仁饼梁记的有没有？梁记杏仁饼哦，靓女要不要杏仁饼啊？很好吃啊，梁记杏仁饼哦，吃了梁记杏仁饼回家发财。哎，我这杏仁饼又没毒，人都死哪儿去了？梁记杏仁饼哦。爸，后院我已经打扫好了。你七姨小题大做，拿个鸡毛当令箭，整条街让他弄得鸡飞狗跳的，没了人。文哥，哎，大官，文哥，你们还真沉得住气啊！这商店都快被抢干净了，幸亏我手快，我抢了点东西，口罩出门时候戴上啊。哎，消毒水屋里屋外都喷上啊，底下还有板蓝根。走了啊！哎，大官叔，你不是马上要移民了吗？买这么多东西用得完吗？下个月，我下个月才走呢，我先走，人家不让我走。走了啊！热死我！那么热，哎。这巷子平常挺多人的呀，你今儿没人呢？别跑了！你别跑了，给我留下点。哎，站住！是不是抢劫啊？口罩，他一个人把所有口罩都给买走了，半条街人都没口罩戴了。口罩？呸！姐，这是我舅舅包的醋，你赶紧喝了。哦，对，这还有板蓝根，你也冲水喝了。我说你别管我了，我要真得了 SARS， 传给你怎么办？我不怕，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。谁要跟你死在一起啊？哎，你赶紧回去。梁博太犟了，非说你是感冒。姐，咱们去医院吧，我陪着你啊。万一要真得了 SARS， 那可怎么办啊？
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也不活了。你能不能闭嘴啊？我得的就是感冒。姐，你回去，你回去。淑儿，来，吃感冒药。嗯。哎呦，发烧了。嗯。口罩已经脱销了，消毒水和板蓝根也都没了。我们三万协进的人反应太慢了。就是啊，对呀，想办法呀！来，大家静一静啊！这疫情来的真的太突然了，我们要相信政府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那你尽快吧，这多早了，现在比我们都快。阿武啊，大嫂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那个，苏玲在不在？不在啊，你找他吗？我不找他，他不在正好。这件事只有大嫂你能帮我。什么事儿啊？大欧集团陆子光，你看看这上面的东西能不能帮我搞到？都是医药用品，你要他干什么？大嫂，这可是我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我梁鼎武能不能咸鱼翻身，就看这一把了。大嫂，你得帮我。你要这么多？不会是？哎呀，不会呀，大嫂，你看着我长大的，我再混，我也不敢做违法的事儿啊。大嫂，街坊们、邻居们啊，非典来了，我来帮大家来了，街坊邻居们啊。看一看了啊，口罩消毒水来了啊，200块钱的消毒水啊，200块钱的口罩，有没有人要？来来来来来，有没有人要？200块钱一只啊！有没有人？你干什么？哎，大哥，苏林他们家囤的这些货，他想发财，让我给接来了，这财咱们得发呀！阿武，你这么做是不仁不义，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发国难财？哎呀，我跟你说不清楚。哎，200块钱有没有人要？有没有人要？阿武，你这是趁火打劫！什么趁火打劫啊？懂不懂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们要这么讲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啊！500块钱一只啊！500块钱一只口罩，有没有人要？哎呀，大哥，大哥，我们梁家不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事。大哥，你干什么呀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大哥！哎，姐姐，这就交给你了，我快去别的地儿忙了啊！你去忙，我办事你放心走。来来来，谢谢政府，各位街坊，政府送东西来了。你们这不是抢我生意吗？走走，来，都是你大哥你。各位街坊，政府给大家送东西来了。我去。各位，哎，你过来，分了他们。哎，分给大家，大哥。来来来来，这可都是我的东西。干什么？我怎么了？怎么跟爸爸交代？跪下！跪下！我不跪。淑儿，家法。家法。鸡毛掸子。二叔，二叔，你快跪下，给祖宗和爷爷磕头啊！我有什么错？我挣点钱不也是为了养家吗？爸，爸，你这次饶过二叔吧。我，哎呀，祖宗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当奸商，我对不起爸爸，我对不起祖宗，我不该发国难财，我不该做奸商。老老实实告诉我，这些东西哪里拿回来的？雅琪跟我说，这些都是救援物资，一般人都弄不到的。我从大嫂那儿拿的。大嫂，他是苏家的人，大嫂也不知道我拿这些干什么。再说，我打断你的腿，给我跪在这里。明天我出来为止。二叔，疼不疼啊？你忍一下啊，爸的生气一会儿就过去了。
咱呀，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啊？妈，发烧咳嗽就一定是撒娇吗？你没有不舒服吧？没有，我很好。哦，撒不一定是发烧咳嗽，有的时候是四肢无力，也有可能是浑身酸疼啊。医生，他只是感冒，打一针就没事了啊！文哥啊，疫情就是军情，只要有感冒的、咳嗽的，都要送去医院隔离观察啊。去到隔离区，跟那些患病者交叉感染，没感染也得感染了。不是你想象这样子，都是单独观察，不会交叉感染的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医生，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，都要自行隔离。反正我和他接触过了。就让我跟他去医院，我去找你啊！我也要去陪舒儿姐姐。不要再添乱了，文哥啊，有病就是有病，没病的话不能占用公共资源。爸，你听琪琪的，我一定会努力好起来，快就回家了。舒儿啊，不怕，走走走，快走了。你听琪琪的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哎呀，文哥，你就不要去了。舒儿，舒儿姐，舒儿姐。妈，舒儿姐姐她不会有事的吧？啊，带上你，带上啊！这段时间你先找其他地方住吧。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把门打开了。我现在被隔离了，我开门给你进来很容易传染你的。我们亲兄弟俩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吃了这么久，要传染早传染上了。再者说了，你是我大哥，你染上了我陪你一起染。开门。还疼不疼啊？你每次打我都跟打仇人似的，打得那么狠，能不疼吗？我有时候都在想，你是不是我亲大哥？我不是一个好大哥，也不是一个好爸爸。老五，你看看舒儿有没有消息啊？哎呀，我现在不知道啊。你想办法嘛。看看舒儿现在到底怎么样啊？哎呦，我知道啊，我这不是先看看大哥，大哥没事了，那我去医院去看他嘛。大哥知道，你对舒儿是最好的。那当然，这个家就舒儿对我最好，我当然对他好。不是一个好大哥，爸爸临走之前让我照顾你，帮你成家立业，大哥做不到，对不起你，对不
大哥，你怎么又煽起情来了？我不跟你说啊，你多保重，然后我现在去看看书儿，我走了啊。你保重啊。阿琴，怎么了？阿五来电话说阿五，阿五又是阿五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个阿五办事是不靠谱的。之前他从大澳进了那么多的口罩消毒水，高价倒卖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对大澳集团造成了多少消极的影响啊？阿五怎么会这样啊？阿林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真的不知道他要这些东西是拿去倒卖的，不然的话我绝对不会帮他。又打电话干什么呀？阿武打电话来说，舒儿被隔离了，现在在医院里。舒儿也有症状了？我听说这个飞艇很厉害呀，已经死了人了。我要去医院。你去也没有用啊，隔离区谁都不让进，万一你去了被感染了怎么办？可是那舒儿就一个人被关在医院里面，多可怜啊。阿锦呐，那你也得想想文文和家栋啊，如果你出了事他们怎么办呢？每个孩子我都放心不下，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可以有事情的。阿锦啊，刚才你说舒儿被隔离了，但是没有被确诊是吧？我不知道。这样，等会儿我打电话问问，问清楚了好不好？小帅，姐，是我。我爸和你们都好吗？有没有被我传染啊？梁博身体好着呢，没发烧。姐，你放心啊，所有人都没事。现在每天没有人来小馆吃饭了，我妈就每天忙着街坊会的防疫工作。大冠舅舅没事就跑去梁记，在门外陪着梁博喝酒聊天。梁博他就是担心你，我也好担心你。小帅，你说我会不会死呀？姐，你别瞎说，你不会死的。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，你肯定会好起来的，不会有事的，啊。如果我要是死了，你能帮我照顾我爸爸吗？姐，我求你了，别瞎说了。你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死的，啊？万一我要是死了，你帮我照顾我爸爸好不好？我爸爸这辈子太不容易了。姐，你就别胡说了行吗？小帅，
一定姐姐的，好好在家里待着，不许出去乱跑，自己要小心，不要被传染了啊！啊，姐，我记住了。北京的情况也很严重，疫苗还没消息。好，谢谢了。阿林啊，大奥集团在国外不是也有分公司吗？能不能让他们问问其他国家有没有啊？甭管了，目前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没办法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舒儿，在隔离区里面什么消息都没有。我打听了，隔离区里没有消息。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喝点酒吧，我都喝着呢。不喝了。喝点吧，喝点酒消毒。这满大街都是消毒水的味道，还不如喝点酒呢。你说往后这日子怎么过呀？一个大男人一定要顶天立地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以做缩头乌龟。我有时候在想啊，我要是跟你弟妹早出了国，现在会是什么样？你不会想卖皇冠小馆吧？舍不得呀。可你说现在这个日子怎么过呀？每天早晨7点钟，太阳都会照耀我们三湾斜街。我相信，无论任何的天灾，我们都不应该像无头苍蝇一样，一直在这儿待着。以前葡萄牙人不管我们，我们自己熬过来了。现在回归了，我们背靠祖国，所以我什么都不怕。再说，电视新闻里面也说了，中央政府会全力支持我们，真能安然度过。在这世界上，一物降一物，正所谓邪不压正。我相信，再过几天，中国的科学家就会研究出疫苗。况且，我们大中华的儿女，任何时候都应该充满信心。在中央政府对澳门同胞健康与福祉的关心下，澳门特区政府及其澳门各界人士紧密团结，共同努力，取得了共同抗击非典的全面胜利。走走走，你被隔离解除了。嗯，舒儿呢？我一会儿就去医院确认一下。找我有事？秦姐想来看看舒儿。这次舒儿住院，秦姐也着急生了病，听说现在还在治疗和休养呢。她是真的心疼舒儿。大哥，你还不让舒儿认妈妈呀？妈祖娘娘，妈祖娘娘，保佑我们吧。
佑我们吧，妈祖娘娘。妈祖娘娘，你老人家心明眼亮，对那些为富不仁的、平时净做坏事的人，您不用给他面子。倒是我梁鼎武，我是三门斜街的第一靓仔，您可多给些面子，保佑我们家树儿健康平安。我谢谢妈祖娘娘啊，我谢谢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阿武，你在妈祖面前胡说些什么呀？我胡说什么了？我胡说。我是替我侄女舒儿来求妈祖娘娘的，我们一家子都是好人，你呢？你也不撒泡尿看看你自己，你是好人吗？你这样的人，妈祖娘娘能理你吗？我再怎么样，也不会像有些人一样去发国难财。阿武，我警告你，离阿琴远一点，要不然再惹出什么事情来，别怪我事先没有提醒你。什么意思啊？